to me like. Yo， 欢迎来到出货多吉，我们现在来吃永兴豆浆，它是在永和的竹林路上，现在时间是快十点。最近有看到有个新闻，应该大家都有看到，可以看这边。美人这回把矛头指向搞笑节目主持人 NoNo。号称抖音男神的网二十号晚间发文惊爆，控诉昔日遭到艺人炎亚纶始乱终弃。有着好爸爸形象的佑胜遭到网友爆料是性骚扰惯犯，毒舌大翻车。可能我还年轻，还有很多路可以走，可以重新来过。爆料去年遭到了政治评论员朱学恒性骚扰，再次聚餐上被朱学恒无预警的强吻。这一人许杰辉近日呢是被多名女艺人控诉在指导舞台剧的时候曾经出现性骚扰的举动。一位女网友在脸书上指控说，过去担任助理的时候被陈国维用脸颊蹭脸，还多次在聊天时大开黄腔。好像说你有一样的经验是怎么样？对啊，就是我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发出信，受到一些骚扰。后面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先吃早餐。这边还要自己回收，拿到后面去。刚刚就是点等了一下，但是其实也不用等很久。我们吃饱了，这家永兴豆浆到现在还在排队，带大家去看看排队的人潮。刚刚咸豆浆是30元，烧饼夹蛋55元。豆浆这一杯它真的算是很不错，这样子一杯的容量500cc 吧，这杯是25元。蛮浓的，不是走烧焦路线的。永兴豆浆，
夏慕斯回来，他那个市集啊，还蛮多形形色色的，有表演的，还有一些美食，像这个饼超好吃的，你听声音，对，我们刚刚在早餐店有提到，现在那个新闻上报的那个性骚扰事件，说你好像有亲身经历，是不是？大概有10年吧，刚从大学毕业进到现在的公司担任秘书。那时候我记得是因为要帮老板送修手机，所以我要去通讯行。老板说就请我们司机载我过去，所以用公务车我们就到了通讯行。其实从公司到通讯行的路程只有短短5分钟，在送修手机完要回到公司的路上，那个司机我也不知道，他完全莫名其妙就把他的右手伸过来，一直摸我的左边肩膀，然后手臂一直摸一直摸，而且我揉得很大力，我其实吓到完全没有办法反应，所以我就一直往右边靠，一直往右边靠，往窗户这边靠，因为我觉得太可怕了。我那时候因为才刚出社会，我想说基于礼貌，所以我坐在前座，就是助手席的位置，没有坐在后面，坐前座。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样子我完全不知道说他这个行为是表示什么，因为我才进公司才第二天而已，所以我真的很害怕。在那个5分钟的车程，我真的觉得好像过了好久好久一样。后来车子就开进我们公司的地下停车场，本来是要在一起坐电梯上到公司，我立车子停完，我立刻冲出那个车子，立刻冲走。所以我后来就先打电话跟老板说，我先不回公司了，手机我叫司机拿上去。那时候我真的是回家是只能用哭的，我完全不敢再接近碰到任何人，也不敢坐捷运，因为我觉得捷运人好多，都会好像我的身体会被碰到，所以我还特别叫了计程车坐后座，把自己给整个是非常武装起来的冲回家。那冲回家之后，我也不敢跟家人说。整个过程，我就觉得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身上被他碰到的那件衣服赶快脱掉，甚至把它丢掉。我完全不敢再回忆那个状况，我也其实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行为。后来我大概过了一阵子，我比较平复之后，我有跟公司的老板回报这件事情，我说司机对我有非常不礼貌的动作。结果我们老板其实因为是日本人，他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公司也没有成立什么性平委员会，而且他又是在你说10年前左右，1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老板也只听到之后，只是说那我叫我们司机以后不要这样子。我后来发现，原来我们公司的老板会以这个方法处理。说真的，我那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概念，也没有任何的处理的知识，所以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每次碰到那个司机，我真的都是非常害怕。我也学乖了，我不再有礼貌了，我都只要出公务我就坐后座，我再也不敢坐前座了，或是我都不需要任何的需要司机去载我，我就说我自己会坐交通工具。我第一次碰到的一个性骚扰事件，已经年代很久了，说真的现在也淡忘，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原来真的是会无时无刻都有可能发生的。我懂，不是最近有一次吗？我最近的一次哦，是后来工作了多年之后了。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间久了，经验眼睛慢慢有一些
对于这些事情有一些警觉性。对，有我那时候也是从公司回家，坐捷运回家，我特别想说我要抄近路赶快回家，就算是一个小路，因为还是有人来人往在走。我就走出来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前方有一个骑着脚踏车的一个男生，他其实行为有一点点的怪怪，下意识的就觉得往我的右手边去躲，我想说这个人骑车过来会不会要撞到我，就没想到他真的就把手给伸出来了。为什么会用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就看他眼神已经不太对了，就没想到他真的就是把手直接把他的左手伸下来，直接抓住我的胸部。我记得就是整个碰上来，十一月，所以已经算冬天，我穿的也够厚。当下其实虽然没有触碰到非常的严重，但是我心里想说不对，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我一定要大叫。我那时候大叫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先唤醒，请别人就帮我把那人先拦下来。所以于是我大叫说，帮我把那人抓下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只是路上很多人就发现说我在追赶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大概有三四个人也非常的热心，两个男生把骑脚踏车的那个男生抓住，然后把他的脚踏车停下来，另外两个女生也是追上来。后来我就跑去抓我的那个男生的面前说，你刚刚为什么抓我胸部？我就非常大声，我要让我周遭的人都知道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特别用大声的方法去说，你为什么要抓住我的胸部？他就说，他没有说没有，他反而说那对不起嘛，那是不是 就承认了？对，那是不是就证实他就是有对我做出性骚扰的行为？我说你说对不起，那我打你一巴掌再跟你说对不起可以吗？结果他也没有话讲。后来我就两个非常热心的女生说，我帮你报警了。我说好，警察大概过了十分钟过来，其实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警察局是在哪，那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所以其实十分钟对我来说还是蛮久的。那两个女生还是有陪我在旁边，说我们陪他警察过来，就一直抓着那个男生的车，因为那个男的一直要走，说你不准动，你给我在这边，你不准动，我就非常的凶。其实我语言充满发抖，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把他给抓住。后来警察就来了，跟警察叙述完说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那警察就说，那你要报案吗？你要报案的话非常麻烦的。我说我不怕麻烦，我去。他说我们派出所很远，我说我用走的。我不知道他是要提醒我说这件事情很麻烦会很久，还是他自己不想要帮我处理这件事。我就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跟你讲说我过去，我等一下就到警察局去，你告诉我是哪个派出所。警察告诉我是哪个派出所之后，先剖析我的人带回警察局，先通知家人说我会晚回家。我也非常感谢现场，就是有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在现场陪我到警察来之后。其实在做笔录之前还等了很久，大概等了快40分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等那么久。我就一直在跟加害者同在一个空间，正在警察局空间，在茶几那边，我真的不太了解为什么。后来那个加害者才被警察先行带走，因为我说我会有点恐惧，后来有女警来陪我，所以才把那个男生先带走。我就觉得哇，我还为你受害者了，还要跟加害者在一个空间，真的压力超级大。后来那个男生的家属也来了，那个家属也来就说，哎呀，我的孩子是。我这孩子不懂事，他有弱智的，他精神有智力有缺陷，他保证你就原谅我们。我说我一定要告上法院。所以警察说很麻烦，所以他的麻烦是什么意思？除了等待比较久嘛，有一个等待时间以外，准备做笔录前，还有花什么时间等很久吗？做笔录，我把叙述完之后，我就只是等。那个过程多久？其实前后有两到三个小时，因为我记得其实算正常啊。有我的经验，我有做过笔录之前的事情，是一两个小时。所以如果你说你要叙述比较详细，其实两三个小时算正常。所以警察说光说麻烦这件事情就有点怪怪的了，他不用特别强调麻烦。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说所谓的麻烦，我不知道是以他的角度说麻烦，还是我的角度说麻烦。好，就进了法院，因为我就一个人过去。对方是他爸爸陪同那个加害者，但是我们的空间就是在走廊外面，又是跟又完全派出所时候等待的，因为我也完全没有隔开，所以我那是等于是我受害者要自己去隔开加害者，所以我跑得老远，我真的完全不敢在那空间，我觉得太说难听也是非常的恶心、畏惧那一种感觉。高阶委员会他爸爸就说啊，我这儿子很可怜，我们家很穷，我就说为什么不让他去受到一些训练或者教育啊？就说没有学校要收，之前去一家什么皮鞋加工厂啊，我孩子坐不住，所以就把他给带回来了。就调解委员会说，哎呀，人家就是这样也没办法嘛。我说没办法，我就要被受侵害嘛，这是话。我就觉得调解委员会的，你真是想要把案子给结了，你根本不想要解决权利吧？加害者的爸爸就说：“哎呀，你原谅我们，我们真的没有钱。”我说：“我不是要你们的钱，我只是告诉你，现在非常多地方都可以去收接受这样子的特殊的孩子或者特殊的人去学习一些东西，让他有地方可以去学习东西，而不是在外面游荡，造成社会上很多人的害怕。”调解是讲了很久，他的争点就是我就是孩子，就是讲就是没办法，就是一个没办法。所以我在想说，好，付出我的权利了，就是我有先去做法律的这个部分。那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哭一哭你就可以没事，你是可以受到很可怕的惩罚。只是我坚持在这边，因为他是第一次犯行，就是调解委员说，如果再次犯，你就进入法律程序，我们就写借据，就是调解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然后什么赔偿？都没有，我也不要赔偿。我那时候觉得我那些都不重要，重要是我让你知道，你不要觉得说你今天加害者可以这样子为所欲为，是有法律可以制裁你的。只是今天我放过你。但是后来其实我把我放过他是不是对的？因为我还是可以在我们家巷子看到他骑着机车、骑着脚踏车跑来跑去，非常的悠哉自在。不要说女性，男性也是也有可能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对待。所以很多的法律常识、知识，我们平常都可以稍微的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好奇，没有过这种骚扰的经验，如果一般人，假设我今天真的是不小心遇到了，透过你的经验来讲，当下马上有人就要摸我了，当下的反应该怎么做才可以保护自己？就如同我那第一次被性骚扰在车里面，其实真的是只有单独两个人，对，要求救你也没办法去打架，车上你练习过大叫你也没办法，对。我当下也是很冷静，因为我很怕他做出下一个更可怕的行为，如果把他激怒了。对，所以我先让我自己到停车场，让车子停下来，而不是在行进间。如果有勇气的话，我会大声斥责他说：“你刚刚那个是什么行为？你现在立刻跟我到派出所。”所以最好的方式，如果是单独空间没有办法，旁边有人马上求救，其实是直接第一步骤就先离开。
开那个环境。系安全离开之后，可能比如说该报警的报警，或者是你觉得可以收集一些证据，或是录音或偷偷录影。所以其实当下那些行为都发生得很快，你真的没有办法。对，我说的是可能发生，可能有人就摸第一次，又摸第二次。我们可以在大家对峙的时候可以把手机拿出来，但是我要讲的是，像在车里面，你拿到安全的地方离开之后，你赶快找朋友过来，然后先把那个加害者抓住对峙，而且可以说得非常清楚。刚刚摸我的肩膀，还摸我的手臂，而且摸了那么久，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录下来，如果他说你在讲什么，我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从他的反应来知道，他至少是可以当成证据，可以是给法官看、检察官或是警员他去判断，至少是有一个证据的。我相信很多人大概最快的反应就是吓傻了，我根本不敢反应。对，但是真的没办法，也只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就像你看，我第一次发生，我是过了好几阵子才去跟我们老板去讲，而且我对时那个司机百口莫辩，他也没讲话。假设是很多人的时候，请不要客气，真的大叫。对，直接大叫。大叫，你甚至可以丢东西过去，直接东西丢过去，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管在捷运里面、公车里面，我当下当事人是有直接赶快做反应。对，其实真的不要怕，不管男生女生，你都可以做反应。家人分享的一个他亲身经验，其实我觉得不论是男生女生有可能都会碰到，分享给大家一个经验，提供一个如果你当下遇到该做什么样的反应，或许不是最好的，可是至少是最直接，提供给大家。那我们吃过多几福，大家到这边，今天又是好吃的一天了。